国语组战情白热化，背负一点的杨凡轩卯足全劲。唱歌的时候我们都会被你吸进去，自我情绪掌握得非常好，很棒的一种感染跟感动人的地方。王冠宪、周俊南绝招进出，力拼宝座。卫冕者陈婷婷四面楚歌，步步惊心。在技巧性方面是 number one， 情感面少一些些，少了这个元素，我觉得他不过是在诠释一首工整的歌曲。面对大军抢攻，陈婷婷能如愿守住宝座吗？